中红的时候呢，就咱们的丁丁扎刀用豆角拿的削刀用，一里泡一小半条，但是用不小削刀的给你带红刀的。你的上次冷师傅打的打的那个削刀刀呢，还有三个井头刀，包括单刀把银给出来的。呢個係明確嘅功能。呢個工具咧，喺呢個刀鋒嘅時候已經係形成咗，所以呢個係中國傳統嘅單刀。公司啊，你说的，你要加薪什么？培养高管的好领导的，所以他排法他不能高。所以你的功夫，功夫足足。